来来来，看，八妹这么有味，没少让人增肥吧？哪有你油啊？来，吃胖全人类，干！加油！加油！大哥，端午的货重不重点？萨瓦迪卡，咱们肉重人熟，人类胖定了。端午的肉重不纯，帮里有内鬼，想跟我玩无间道啊？说吧，谁不是真肉？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要不是我浑身蛋白，怎么搞定那帮吃货？对啊，直哥可是排行榜上的网红香肠啊。上过热搜的肠应该夹不了，那就是你的。信不过我，你搞什么？我死了。看来求生欲爆棚啊。还有啊，直哥的货在健身房抢手的很呢、啊。平平无奇的低卡代餐小天才，哼！喂，八妹，你点我。出来混了、迟早要还的。有内味了，肉肠胃蛮纯正，八妹。我。不是吧，阿 Sir， 哪个深夜不是姐姐我兴风作浪惹人馋，干嘛不怀心来的？喂，这个锅我不背啊，我的货这么够味儿，整条街老少通吃的，混得这么开，做什么卧底啊？都不承认？好，路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我让人咽了碗筷，胆固醇可不会撒谎，那个内鬼是你们四个。肉啊，吃吧吃吧吃吧，不是罪。尝鲜植物肉新品牌，真的有那味儿。我宣誓，作为新秀植物肉，我愿用高蛋白以假乱真，以解馋不胖为己任，卧底肉包，满足人们无罪吃肉的终极愿望。